經過911恐怖襲擊之後的13年，新的世界貿易中心已經起好，而且今日世貿中心一號樓就正式開放給租戶工作。出版集團巨頭康泰納士今日表示，有大約170名員工在這個全高1776尺、有104層的世貿中心開始工作，之後還會有3000名員工繼續轉過來這座大樓。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公司，例如是廣告公司 Kids Creative 和觀光區的開發商 Legend Hospitality 等。這座新的世貿中心耗資390億元建造，現時有60%的單位租出。明天就是中期選舉，而且還會選出各州的州長。在紐約州的民主共和兩黨候選人葛姆和歐瑞祥在過去的週末都爭取最後的拉票。昨日早上，兩名候選人都分別去了探訪威切斯特郡的兩間教堂。歐瑞祥去到郡內在新羅謝爾的一間教堂呼籲當地非裔人士投票。在葛姆的選舉活動中，他曾經用尖鋭的用詞講過歐瑞祥是極端保守的共和黨，例如歐瑞祥非常反對墮胎等。而葛姆在今日就組織了幾個拉票集會，今早的集會在紐約市舉行，到中午他就去到州府奧本尼，去到現在他就在上一次的州長選舉得票率最差的地方水牛城進行拉票活動。紐約市長白思豪和警察局長布拉頓昨日在雲西縣舉行了記者會，解釋本應接應警局副局長 Philip Banks突然宣布退休的事情。上星期五，原本在今日准备接任副局长一职的 Philip Banks 突然宣布退休。有报纸就说这个消息令到布拉顿和白思豪夫妇产生不和，所以昨日白思豪和布拉顿就举行记者会向外界澄清。白思豪在记者会上强调他对布拉顿有信心，和批评了一些不实的报道。他又說紐約第一夫人對布拉頓都非常有信心，而布拉頓就說 Philip Banks 的退休完全是他個人的決定，並沒有其他因素。而 Philip Banks 本人昨日都有發出聲明，他提到他覺得副局長這個職位可能會令他不可以有他喜愛的對警務行動的貢獻，所以他選擇退休。布拉頓表示後日會宣布接任副局長的人選，以及會保持警局多元化的現況。今日凌晨在布洛倫發生一宗致命車禍，造成一名男子死亡。這宗車禍導致 Bell Parkway 的交通一度受阻。一名27歲的男子在 Bell Parkway 行駛至布洛倫的路段時失控撞車後死亡。警方表示這宗意外發生在凌晨大約兩點，在13號出口附近。警方說這名男子當時開得很快，然後撞上了來回行車線中間的護欄，之後這輛車再猛烈反彈撞向另一邊的護欄和燈柱，死者之後被彈出車外。這宗意外導致 Bell Parkway 來回行車線都被封閉，而 Walkaway Parkway 出口亦都有嚴重的延誤。現在 Bell Parkway 的交通已經恢復正常。明天就是2014年中期選舉，參選人近日都忙於走訪各處拜票爭取支持，而選民的態度又是怎樣呢？華裔民眾向來都被認為參與政治的熱情不夠，但是隨著近年來一些華裔民選官員的產生和參政意識的提高，情況似乎有了變化。本台記者就走訪了一些華裔社區，發現民眾對於投票的熱情逐年增加。明天舉行的中期選舉將會改選全部435名國會眾議員，改選三分之一的參議員、33個州的州長，還有46個州的州議員，以及地方民選官員。很多人關注是民主共和兩黨對於參眾兩院的爭奪，但對於很多選民，尤其是華裔選民來說，讓自己聲音被參政者聽到可能才是更加重要。那你投票就是聲音，那問題就是說你要不要出聲音，这是很简单的一个，人家很重视，因为所有的政客都是看谁投票，那他下次就重视，晓得你会来投票。陈作洲仲表示，近年嚟华裔民众对投票的热情增加，就华埠嚟讲，
老年選民的數量比較多，而這個群體的投票率較高，所以引起參選人的重視。亞裔，尤其是華人，這個比較這個比普通的人熱心，因為我們有好幾個這個我們自己好的這個這些競選的人出來了，所以我相信，尤其是像這裡唐人街這一代，老人家多半是很多都是出動。已經移民美國二十幾年的楊先生說，自從入籍以來每次投票都有參加，而他亦都看到近幾年來華裔的投票熱情越來越高。應該說華裔參加投票的熱情越來越多。那您覺得背後的原因是什麼？那就說明華裔的人這個對這個政治的興趣提高了，參加美國的管理。而被問到隨著華裔投票熱情提高，參選人對華裔的態度是否有改變的時候，楊先生就話有好大改變。一個很大的票倉，所以很多不管是華裔的這個參選人，或者是這個其他界的這個參選人，都很為了爭取更多的投票，當然很重視華裔的投票。同樣移民了二十幾年的韓先生入了籍已經十幾年，之前在外州居住並沒有參加過投票，而現在他也都表示會去投票，因為投票能夠為自己的族裔爭取權益。我應該要爭取這個去選舉了，如果是投票的話，我們的華人能夠這個爭取權利吧。法拉盛華人工商促進會在8月15日開始為發生在中國雲南老甸地震的災民募款，經過兩個多月的努力，已經募集到33,000多元。華商會宣布，由於多方原因，將改變直接將善款送往災區的計劃，以請紐約中領館代轉的方式轉交被代理災民。總幹事杜彼得指出，法拉盛華商會對於發生在兩岸三地的災害，都將會支援災區同胞，當作義不容辭的職責。雲南老甸地震發生後的第一時間，商會就發起震災募捐，並且同社區各界為災民祈福。一些像年長的老先老太太，他們自己親自送到我們商會來，還要打電話上來說 Peter 在不在？為什麼？因為他親口說過，他要把這個善款每一分通通都要送到我們的災區災民的手上，所以大家对我们商会对这个 Peter 非常的肯定，非常的信任。虽然不是很多的金钱，但他那份心 ，OK， 我们都非常的感动。杜彼得表示，原本计划将善款直接交到灾民手中，表达纽约华人社区的关爱，但系由于灾区仍然重建，各方人士前往亦都会分散救灾工作嘅力度，所以经过协商，將請紐約中領館轉交俾災區嘅方式，將募集到一共33,555美元送往老甸。如果募捐者有唔同意見，可以喺今日至到七號嘅上晝10點到下晝5點，攜帶捐款收據到華商會辦理手續。查詢電話係718-352-2320。商會多位理事都有出席記者會，並對捐款嘅民眾同團體表示感謝。本台新聞部已經設立了電子郵箱，對我們的節目有任何意見或者有新聞線索，都歡迎來信和我們聯絡。郵箱地址是 sinotvnews@mrbi.net。新聞報導完畢，多謝各位收看。